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粉靓中心分行 Katie。 今天我会同大家去看碧湖花园。碧湖花园在1994年入伙，一共有7座，提供1316个单位。而我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个实用面积489尺，高层三房两厅。一开门就会见到厅的位置，但是我们先看了个厨房先。厨房长方形设计，预留位置放置大型雪柜，亦都做好了橱柜，墙身铺了砖，方便打理。而厅的部分就分为客饭厅，客厅位置做了一系列的柜，方便收纳。而厅亦都有对流窗。景观望出去非常开扬，而碧湖花园亦都是钻石型的设计，私隐度都算不错。走廊就分隔了睡房和洗手间，我们先望下第一个睡房。睡房放置了单人碌架床和衣柜，景观亦都是同厅同向。洗手间放置洗衣机，奇岗设计，有窗，亦都做了吊柜，同埋有浴室宝。第二个睡房就做了衣柜床，亦都有足够的空间走动。主人房有对流窗，放置双人床，亦都做了个大衣柜。碧湖花园亦都自设商场，中庭的位置不时举办展览和活动，亦设有不同类型的连锁式食店和零售店，方便住户的日常需要。交通就可以步行約8分钟到粉岭东铁站，非常方便。大家对我介绍的楼盘有任何查询，记得联络我 Katie 啦，拜拜。